腹胀初期脘腹作胀，腹剑胀大，按之柔软，石喉优肾，叩之成骨音即移动性浊音。记者腹部胀满膨隆，高于胸部，仰卧位时腹部胀满，以两车为肾，按之如囊裹水。病肾者腹部膨隆，肩满，脐突皮光，四肢消瘦或肢体浮肿。我们推荐一个对骨胀有缓解作用的食疗方案：山姜十克切丝，胡萝卜二十克切片，春笋十克切丝，丝瓜三十克切片，豌豆十五克。冲炝锅，加酱油、盐、醋、香菜，香油少许，煲汤食用。调味品根据个人口味自行增减，长期食用对骨胀有缓解作用。想知道更多的养生知识，就在九玄小正院。